job. We never do it enough. Huh? Do them to the job. We never do it enough. We fool get in it to go out. Nah. Huh? We make them in your. We never do it enough. Do them to the job. Huh? We don't sleep yourself. We sleep yourself.四十岁的刘志军几近癫狂。
帮忙。隔了一天，民警打电话通知工作人员，目前刘志军人在老家，迫于压力他也同意跟工作人员见面，顺便带回女儿玲玲。除了面对女儿时的尴尬，刘志军并无过多歉意，工作人员见父女二人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提议到老家找找线索，看能不能找回失踪的妻子于美喜。刘志军起初满口答应，可距离村口不远处他却中途喊了停，面色难受地蹲在路边，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他直念叨着自己在家乡做不了人，早已丢了面子，受人耻笑，没脸回去。对，并且是和我那个同姓的一个男的叫那个刘黑你的也找到的，说我是无能，说我是一个王八蛋，说我是一个窝囊废。在他口中，妻子于美喜战役跑三年，长大抬不起头，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个无能的窝囊废，而代妻
也还是满眼爱意，这么懂事的女儿让人心疼不已，只希望40岁的刘志军能早日放下过往，尽到父亲的责任，也能一心一意照顾好这个乖巧的女儿，也希望妻子于美喜能尽早回乡，给丈夫一个交代，也还玲玲一份母爱。